日本帝国对支那的占领会越来越快吗？你的条件很诱人呢。昨晚凌晨两点，日本人又出动了将近四个大队的兵力。重庆的形势很复杂，可我们怎么进去啊？轴心国害怕我们同盟国的联合，我们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将日本人赶出中国。123号进来。123号。叫什么名字？听不懂我说话是不是？他叫什么名字？他叫柴婉德。哎，柴婉德，来坐下，坐坐坐，别怕。你叫柴文德是吧？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我是大夫，我把你治好了，你就可以离开这里了啊。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离开这里，你千万别说让他走，否则他会很伤心。别哭，别哭。不哭不哭，好好好，我们不走，不走不走啊，别哭了，
四十号进来。哎，坐吧。哎，我是大夫啊，我给你看一下。哎，坐好。哎，这是听诊器，别闹别闹，坐好。来，别动。不要笑。住手！你可千万别这样。大观园里的那些漂亮妞和刘姥姥都被贾宝玉当成了情人，那样宝哥哥真是乐死人了。林黛玉、林二玉、林三玉和林四玉，哎，你听我说，当今世界谁最幸福？你猜猜看。那当然是贾宝玉最幸福了。哎呀，不，你太弱智了，贾宝玉一定不幸福。嘿嘿，有个叫什么来着？嗯，74号病人进来。哎，他得的什么病？他臀部生疮化脓，脑子也有变异。哦，把臀部亮出来。把屁股给我看看。把裤子脱了。哎呦，我的妈呀！畜生！报告，我家四代都是地主出身，我爹、我娘、我姥姥、我姥爷，那都是在民国初年，那都是老地主了。那时候咱家就有那个，有那个蚕丝厂、缫丝厂，还有棉纺厂。那时候就被日本人的飞机给炸飞了。哎呀！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啊，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了，他就睡着了。耶和华神所造就的，唯有蛇比田野里的一切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神在第二个窗口等我们去忏悔，你做好准备了吗？此去上海，君不又打算让我去杀谁呢？不会是去杀南京的汪精卫吧？英子小姐，小心你的言行。作为特工，你必须服从君部的安排。我想知道你们打算用何种办法营救横路乔二军。你回答我，山田上锁。军部准备用刚刚抓获的重庆犯人与重庆方面交涉，
看是否可以用交换的办法换回横路桥二。英子，不该你问的你要少问，否则对你不利。他妈的，你说不说？你说不说？横路君，说吧，我们重庆特工小组有我们最先进的特工技术，只要你说出你的同盟和潜在重庆的袖珍臭虫小组，你要我做什么我都给你。宝贝儿，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即便有不信的，这又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我们对神的信仰了吗？不，神的义举我们可以也必须敬仰。神对天地降怒，就似这狂风吼怒般的期盼，砸碰内心。这个病人怎么了？这两天我就看他不对劲，他老重复这句杀人了，我担心他又犯病了，把他送到治疗室去。哎，这是你写的？他是个哑巴，听力也不好。英子，这次把你从重庆调回上海，是因为你已经失去在重庆活动的价值。你们的绣花行动基本算完成任务，虽然你们杀的重庆元首是一个冒牌货，但是我们大日本帝国优秀特工的能力
仍然震慑住了支那特工，蒋介石想必也惊出了一身冷汗。将军，可是我们的横路桥二军却在重庆被捕，而且生死不明。放心吧，东京一枝花，横路桥二军会挺过去的，我们会设法营救他。但不知他现在是否活着？我离开重庆之际已经确认，横路军还活着。我听说你在重庆的时候还慰安过横路桥二，而且还建立了丰富的感情。你先回去休息，几天后我会派给你新的任务。是。英子，你放心，我们不会放弃横路桥二军的。是。横路桥二被军统女谍齐丽丽的艳行征服后，成为了大日本皇军帝国的叛徒，但这是绝密的细节，现在日本方面还不知道横路桥二已背叛了裕仁天皇和仍然关心着他的同僚英子。接下来李子瑜又会玩出什么伎俩呢？你提供的关于袖珍小组还有臭虫小组的名单不会有错吗？没错，全在上面。你是怎么知道这两只日伪重庆潜伏小组的名单的呢？从英子那里，他就是你们想抓的东京一枝花。这个东京一枝花还会再陪读吗？不知道，你们可以试一试。通知我们的行动队，立刻采取行动。军部为了集中精力完成有武器，怕重庆特工渗透到我们的核武器阵营，袖珍行动和臭虫行动就是为了打乱他们的阵脚。嘿，现在好，不到两天的时间，我们重庆的臭虫行动和袖珍行动几乎陷于瘫痪。我
我要把你们送上军事法庭。将军息怒。哎，是丁先生。汪主席最来身体好吗？刚刚出了点麻烦。据先人来报，我们潜伏在重庆的修真小组和臭虫小组已经毁于一旦。武寿天先生，你不要惊讶，我早就劝告过你们不要低估重庆特工的能力，现在你们尝到他们的厉害了吧？还有，我想问你们在重庆还有没有王牌？转告汪主席，我明天去见他。将军，坐下吧。嗨。英子，你回答我，横路桥二会不会背叛帝国？不可能，根据我对他的了解，他是个性格刚烈之人。那么你告诉我，他现在是否还活着？也许已经向帝国尽忠了。请说，你与横路乔二在重庆期间，在东京期间，横路乔二的兄长横路乔跟你很要好，可是现在糟糕的是，我们的内线袖珍小组还有臭虫小组还有在重庆的谍报网全部处于瘫痪，没有发现他活着或死去的记录。我怀疑他已经叛变了，而且屈服的理由是好色。支那美女特工用魔鬼般的方法让我们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特工横路乔二背叛了天皇，背叛了我们大和民族。如果是这样，那我们该怎么办？杀掉他。愛子さん、将軍呼んでる。你为何改变主意？英子，情况已经得到证实，横路乔二的确已经背叛了帝国，为重庆特工所用。你不必去冒这个险了，我准备派你去执行另一项重要的任务。那派谁到重庆去解决横路乔二呢？请司令官阁下放心，我将拟定新的行动方案，消除隐患。嗨，将军。英子，哑巴一直潜伏在疯人院，我不想荒废他的功夫，我准备调哑巴出院几日，用它去解决横路桥二。那李明珍的东西不找了？李明珍遗物藏在疯人院，听起来更像一个动人的故事。
我不想再浪费哑巴的巨能，也许只有他才能够杀掉武艺超群的横路。疯人院我们已经安插了另一只眼睛，继续寻找李明真的遗物。以后你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李明真遗物的密件中去，尽快寻找军部需要的这些科学资料。派我去哪儿呢？石原司令官的占领区江阳。嗨。从王爷的琴声中，我能听出王爷在恋爱。你去查一查秦芳小姐的来历，别让我们王爷受伤害。此人人品一定要好。交给谁去办呢？你亲自去，不能有半点纰漏。王爷，你的钢琴很有进步，弹得非常好。我父亲当年是光绪皇帝宠幸的大臣之一，后来远渡重洋，跟李鸿章到英国从事外交方面的事宜。在英国他认识了琴师焦治，后来便把焦治带回了国，也买回了这架钢琴。我出生的时候焦治已经回国了，几年后远在英国的焦治便推荐了一名叫布克的钢琴师来教我和姐姐弹琴。你还有位姐姐？清国结束之后，我们的命运与溥仪差不多。在我刚刚成年的那段岁月，因为战乱，我和姐姐走散了。到现在我还在找我那可怜的姐姐。溥仪建立满洲帝国后，听说要把你们接到东北去。败类，往后别在我的面前提满洲国和溥仪，否则我会发火的。对不起王爷，我不是故意的。中午我又少吃俩饼，都让郑德全给吃了。哎，不对，让我再想想。哦，吃的是口条拌豆腐。哎，也不对，吃的是啥呢？总而言之，反正吃东西我不能吃亏。那么中午吃了回锅肉，还有麻婆豆腐，还有还有啥东西来着？还有粉蒸肉。还有水煮肉片，对，还有水煮肉片。你这么一算，我也不认你。这么一算，一点儿都不含糊啊。74号，你又在那儿穷咋呼什么呀？咋的了？
请坐。我已接到密令，让我火速干掉你们手中的横路乔二。我一直在想，横路乔二为何至今也没有出卖你呢？兴许他想翻盘。根据日本方面的戒规，他不可能再回东京大本营做事，他必死无疑。在这种前提下，我猜想他很有可能在为另一个政治势力做事。谁呢？难道是德国还是意大利？当然这仅仅是猜测。你想对他怎么样？为了保全我在日本方面的信任，我必须杀掉他。但是我不知道他现在对你们是否还有用。我必须请示戴老板。借戴主任公馆。云龙啊，我们暂时打掉了日本人的气焰，但是可别忘记，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我估计日本人很快会对我们内陆和美军太平洋上的舰队构成新的威胁，你们要提早做出判断和准备，居安思危，切不可浮躁行事。委员长请放心，我们和梅勒斯的合作已经纳入运行轨迹，我们美中双方都已经选好了出色的人选，装备由梅勒斯方面提供，主要教官来自于美方西点军校和联邦调查局特工学校教官任教。我想在短期内培养更多更好的特工，为我们抗日和防御中共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共产党方面，你们暂时不要动，我已和毛泽东、周恩来有言在先，坚决贯彻执行全民抗日斗争，先赶走日本人，然后再来考虑与他们一决雌雄。委员长以前不是常教导我们攘外必先安内吗？形势不同了吗？西安张扬兵变以后，我已对共产党有所承诺，如今国际形势逼迫我们抗战到底，我们可以抓住罗斯福和丘吉尔，甚至是斯大林的软肋，多要一些军需和重型武器。一方面我们参与反法西斯的战争，另一方面我们也可在暗地里做好反共的准备。委员长高见。当年张献忠问李自成，如若我们打败了明皇崇祯，谁得天下？李自成说，那时我们再摆开战阵，一决雌雄。不过可别还没打败明王，我们兄弟先自己争斗起来。历史的教训啊，其实国共两党还是可以合作的，尤其是在一致对外的问题上。是委员长。是委员长。刚刚我向老板请示过了，老板同意了你的请求。当然我们既然牺牲了横路乔二，就要让你取得古臭前的更进一步的信任。
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取得东京方面的信任。这步棋怎么走？首先，我要让派往重庆的东京分子知道，我已经见到了横路乔二。这边请，请。这么说，你们要带郑德全先生离开我们这里？不，你误会了。我们是奉郑先生监护人的委托，特意来接他去香港治疗。香港最近来了一位德国大夫，对治疗神经系统的疾病有独特的见解。那这么说来，我们乔治精神病院是无能了。院长，您误会了，我们的委托人只希望病人早点康复，请您理解我们。那么他将来还会回我们乔治精神病院吗？完全有可能再回来。我们认为治愈，或者说彻底治愈精神病的可能只占成功率的5%，或者再多一点几率。那就办出院手续吧。谢谢。再见。再见。你可得知道，干咱们这行当的，该走的走，该留的留，该回去孝敬父母，你就得回去孝敬父母。该你回去娶妻生子养儿育女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还得顶得住。哎，说起我这快板啊，是从我们家村东头二叔家的邻居二喜的表妹相中我的那天起，我就开始玩起了快快板。我的快板是这么说的：1234567765431。哎，我可只告诉你一个人。这快板啊，哎，是二喜家妹妹最愿意露笑脸的活，这叫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说了一个周瑜打黄盖，又说了一个黄盖愿挨打。125号郑德全出院了。对不起，郑先生，你受惊了。这是美国科尔特公司生产的最先进的手枪，主人希望你能不辱使命。目标。为何要杀他？我们的几个潜伏重庆的特工组被他出卖了，他以为重庆方面所用。我们的信仰工作没做好。他不是天皇的信徒，
他是背叛大日本帝国的叛徒，他是我们大日本皇军中少有的软肋。为何要我去杀他？我们知道，只有你的身手能完全对付他，军部别无选择。哑巴，这是你报效天皇最好的时机了。我在疯人院的工作，谁去完成？特高克已派专人暂时取代你，继续完成任务。知道了，何时下手？小姐，你又准备给我下什么迷魂药？恒陆君，我穿你们日本女人的服饰，好看吗？好看，也不好看。丽丽，我今天险些被杀掉。难道你们军统内部还有人会要我的命吗？我们军统如果想要你的命，会用这种方式去杀人吗？我指的是军统内的日本高级特工卧底。还会有你不认得的卧底吗？哼，你真会说话。说，又要我干什么？我们处座认为，你还有没有交代清楚的线索？恒陆君，说吧，说出来，今晚又是咱俩的良辰美夜。哼，难道你不想抱我了吗？慢，还是不刮胡子。扎得人家好难受。东京方面希望我们尽快的完成大和飓风计划。我就是四喜华，派哑巴来杀我。你也是个冷血。我想知道那个叫方丹兰的疯子在为谁工作。